身份来迎战新球季了，但是目前来讲的话，那下半季排在第三了，年度的部分还是排在第四名，所以现在中华职棒的生态真的，前年拿冠军了，不代表你下一年就比较有利于去争取联霸。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应该还是在羊头的寻找上面，以这些人来讲。21号，当时面对中信兄弟的五局一直在跟动。没有好球，两坏球的情况下，掌握住了这一记偏高的直球，一打着有所谓正面对决的一个感觉。比赛对富邦来讲，每一场都要想办法赢下来才行哦。一好球之后，这一棒送到了右半边，遭到是稳定性好像并没有表现了。那这对胡俊来讲，是我们比较习惯的打击动作，咬一块，争相模仿的对象。两好一怪的情况下，胡俊龙这一棒送到了左半边。两支都是长打，今年是再加上是来自于所谓球员有一些受伤，他会扮演打米狗来讲，就真的是厉害。哦，有多了一点，如果能控制到三先发，好像也有他的理由在，但相对来讲，他的压制能力就没有像刚开始这么好。两好两坏，高国辉的出棒受到了挤压，在内野上空这个飞球遭到了球以前不太会注意，就更加的重视啊。就像现在我细菌变种的那个复杂性会越来越高，也挥出了本季的第9轰哦，打在投手的正面，这个球稍微拦了一下之后，改变了方向，客人手上来他的脚上面，因为球最后的速度来讲呢，好像有点稍微比较慢了下来。事先这次闪蛮快的，打在手套上。手套上面。那但在比较接近的普瑞里面，记得让他们在季中选秀会的前四轮所到了，希望说今年的季中选秀会就是要在接受球队的调查。结果为止的打击率仍然保持在30%以上啊！这个内角球进来，打者没有出棒，站着不动。所以 check three， 但这个球他冷不防塞了一个内角，他就是抓打者。现在想法应该都在外角，塞了欲望，下一刻可能会再来哦。可能5个打数，4支安打，有3分的打点了，长打也出炉了。中间方向这回穿了出去，形成安打。二局的上半在打台北市大运的国手，因为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有在集训比赛，所以真的投入到一军职棒的战场，会比一些更。打击轮到李宗贤，包含就是廖建富啊、林立，因为袁振祥。接下来其实当年选的曾崇轩，其实接下来选秀会当然也是大家在看直棒的顺或者想要球员。两好两坏，先看到场上这一棒，李宗贤送到了左半边，蛮深远的，最后出去了。这是一发全垒打，2-0，暂时领先统一。逮到了狮子先一颗偏高的球路哦，接下来登场打击的蔡永达，登场的高国庆了，再跟瑞尔登缠斗，他的整个节奏感是很好。陈敏杰在3局上半一上来，又从狮子先的手中，李宗贤的全垒打。而以上一场比赛来看，其实在前面3局有富邦当时其实就拿下蛮多的分数，然打都是长打。包括了陈敏杰。我这次再碰到狮子先生，2个打数都是安打，陈鸿基接到之后先转二垒，再传一垒，结果发生了爆传的失误。现在打起来是慢动作，陈鸿基其实在只抓到一个出局数的情况下领先。这一棒打在右半边，陈鸿基没有办法拦下来，形成了前面所提到了高的位置。当胡金勇状况好，让他高昵称了，就是说。进入正教练区当中，直接这个路，几个打者，本周的开局并不是开这么漂亮，还是让国辉的球棒受到挤压，就死掉。说原则上应该也不能这么算。这一棒送到了左半边，最后落地形成的安打。高国麟上来打第一球，现在要把二垒上的高孝仪给送回来了。三垒上面，再看一次慢动作。所以这个球打出去安打没有问题啊，所以就在这一拍的时候，他有点跑过头，球掉到后面去，压制到富邦的。因为打击部分的造诣啊，事情。
聊两坏，这局外分别从世先的手中拿到两分，大的一个损伤啊，所以两队来讲，所以这命运的分叉点、啊，会不会就出现他今天的第三局哦、啊？四局上上一场四支，这一场到现在又是个二支二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手背的状态，陈东鼎都比较明显，但他好过程啊。虽然说把它填补上来，咬两块的情况下，这一棒在左半边落地，100支安打出现。原本在野上的范国成，这个时候要往三垒冲，没有问题。因为以击跑员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有机会。现在状况来看的话，就要看再踩油门了。本垒后方的界外飞球，志刚面罩一拖，有守备的机会吗、哎？没有问题，完成接杀。而且这个时候要传二垒，再回传本垒，三垒上接到球之后，因为毕竟在打击准备区来讲，还有一些障碍。那个位置来看的话，其实上刚刚两个人的回传又很准，不管是高变成两出局，二垒有人哦。你就是回去踩垒包，看有没有办法机会上。两好一坏的情况下，这一棒在右半边蛮深远的，最后右外手没有办法赶到位，球落地变成了安打。所以二垒上的跑者李宗贤要轻松的回来得分。打击的陈敏杰这个时候准备往正面的飞球，哇，这个变化球几乎是失头了，跑到了羊，比分变成了5-0。两局，良好球之后，高孝仪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四局上半，富邦悍将的。